绳子拉过去了。哇，这个红绳刚刚跌倒了。跌倒了，倒整排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我刚才跟你们讲了，右左或是左右，一定要推完再去喊另外一只脚。好，你们现在这一脚还没推完，你就要喊这一只脚啊。他脚很容易变形，喊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节奏稳定要好一点。好，好。这次我们教练很严格的帮我们雕每一个人动作，然后每一个只要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不对，一个做错，我们就重新来过。听起来可能会我们选手可能会觉得教练很严格，或是听起来就觉得我教练怎么这么凶？但是我其实对这个训练来说，马上做出这样正确的判断，其实是很有效的。好，这场比赛蓝队的排头是林辉煌，第二位是林嘉佑，后卫是黄宏轩，没有上场的是吴许阳。红队的部分呢，派出的排头是于承兴，第二位是张家生，后卫是汉之，没有上场的是梅贤志。在加总的体重部分呢，蓝队是521公斤，红队是556公斤，红队比蓝队重了35公斤多。好，上场比赛由我左手边的红队对我右手边的蓝队，我相信你，脚的宽度，我相信你，好，停备，顺一下绳，把绳顺对。你起步的时候，一点下去一点，下去有力量，脚收。眼睛看裁判，你们眼睛没有看裁判。脚出去很好。再过的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对。看裁判，专心。两队都想要抢第一拍。抓。辉煌第一。比赛开始。红队啊，慢慢的把绳子拉过去了。哇，这个红绳刚刚跌倒了。哇哦！刚才我们退的时候力量很大，但是我们力量还是偏往上。好，再往后一点。还是偏会下来又起来，再往上。我们再最后一点给他擦地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喊，你们听我的，听我的节奏，可以吗？我说压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往下，可不可以？辉煌真的高了一点点，稍微再低一点 ，OK， 稍微再低一点。我说压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下车。三战两胜，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的是第二局。红队的部分呢，做出了选手的替换，梅贤志上场，曾玉佳退场休息。到这里，第二局比赛，举绳。没不错哦，我们要往后拉一点，推一点，我们要推一点，要推一点，对。下要多一点哦。好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，红队依旧势如破竹，蓝队想要挣扎，但是现在红队还是队有优势。结果这次是花了7秒，红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。在三战两胜中的比赛，红队是以直落2-0拿下了拔河项目的胜利。我们做超棒的！平时这么认真努力在训练，一点都不到，今天很紧张，这跟教练比起来，教练真的是魔鬼，今天一点都不痛，真的。这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训练的重要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之后如果我们训练，大家都可以像，就是每个教练的就这么用心在给我们东西，怎样去抓紧，怎样去思考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会变得非常非常熟练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强壮。今天这个赢下来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我就你们还没上场前我就知道我们绝对是做得到的。你们把每一个步骤，每一个教练给你们的东西全部记在脑海中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之后训练，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知道。这比赛就是，就这几秒就赢得这么轻松。我们训练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，但是这就是比赛。你训练一定得做到，比赛就会可以非常非常的
很轻松的去迎战。在练习的时候，强度是正式比赛的，我必须说差不多有80倍以上。我们有跟真正的拔河队拔了差不多一分钟左右，那一分钟真的很漫长。真的觉得已经过了4分钟还5分钟，就在那一场练习比赛。然后今天就是，赢得有点轻松。真的很蛮自豪的，大家的训练状态有展现在上面，而且真的蛮漂亮的那一仗，真的打得蛮漂亮。赶快休息一下，把鞋子换一换，休息一下。没事，我们抬起来了，可以。好，休息，调整状态。对，休息一下。一场比赛，换鞋，换鞋，换鞋，先换鞋。还没结束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说了，上一次建设6分，下一次建还是要调整10分，知道吗？好，还有领先吗？我抱歉。不会，没事，没关系啊，就反正一种学习啊，只是说，跟拔河很弱。你们就说会赢，很会赢。下午再说，会，一定要赢，不是会赢，是一定要赢。对啊。你知道在拔河队当中要担任排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他不只要力量大，而且呢他反应也要很快，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好了。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，因为我们练习真的痛到大部分几乎都快哭了，我都有脱皮嘛，对不对？脱皮，然后还跟教练拔，然后拔到真的是不分上下，嗯，然后撑了差不多一两分钟，就是真的快不行对，然后教练一直叫我们就是尽量往下躺，就也不要怕跌倒，因为后面的人会撑住。是，对，有你们这场比赛发挥的非常的棒。哎，陈星，还有嘞，一样也是红队，也是红队的后卫汉子。哎体重最重、力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后卫，要来维持我们一整个团队的协调性跟稳定性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。其实我们大家都第一次接触拔河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团队的项目团结心很好，然后我觉得就大家都很棒，不是只有前面和后面，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很重要。嗯，然后我也尽全力就是把全队维持好，然后做好我该有的本分的。嗯，表现得非常的棒。哎，韩子。好，拔河项目破胜的是红队。